师傅，您最后给我开示几句行吗？很好啊，你这个人很老实、诚实、实实在在。你相信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你的，什么都不要紧张，对不对啊？放下。是我。啊，你好孩子，你怕什么？一切都是交给菩萨，一切交给菩萨帮你安排就好。啊，师傅您这么说我就心里放心了。哎，当然了。嗯。你有什么好害怕的？有的时候感情上的问题也得放下呀。是是是。我们一生都交给菩萨了，对不对啊？嗯。是。那师傅，那我练兵练小航质量怎么样？我一直没有机会问他。你这个人很老实吧？嗯，很老实，蛮好，应该很好。嗯、不会有问题。你自己就是、自己就是要就是不要懈怠就可以了。任何时候不要懈怠。嗯，好吧。一定一定。嗯，好了。好好。好，感恩师傅。